来呀，来，谢谢。出去，出去。我跟你不是常常说要约我去你家，然后有空聊聊天吗？欢迎，对对对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家。哇，今天客人比较多。哇，那你妈妈很会生啊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客人很多，客人很多，今天高朋满座。如果这是你家的话，那我说实在话的，小巨蛋就是我家了。耶、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有空到我家，请他来唱歌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一万多个人，不一样，真的会讲话，真的。不是，我说实在话，今天我第一次感受到，真的台湾的音乐啊，未来的希望就在 Leo 跟春燕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真的，你看这些，你看。你们继续唱，刚刚我有在后台听到说，嘻哈歌手外国都是最有钱的，对不对？赚最多的，你看这些，他们可以支持你们多久？你看多年轻啊！不用很有钱，你们不用钱，我不用很有钱。哦，你不用很有钱哦，但是不要缺钱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啦，讲得很好。对对，那我说实在话的那。刚刚我一出场呢，我唱了你得到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歌曲《快乐工作》。俗话说得好，要礼尚往来，对不对？我唱你的歌，你马上唱外歌，对不对？平常，对不对？你们有听过 Leo 唱 Leo 的歌吗？对不对？今天 Leo 挺 Leo， 春燕也要唱。会有练。平常讲，真的，我以为你是异乡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那个刚刚帽子脱掉了，我说了，帽子摘下来是这个春燕，一戴上去真是意想不到、啊。今天什么人都可以到，就是意想不要到，因为太像。OK， 六哥，我有点想上个厕所，你会帮我脱一下？真的吗？你主持一下。真的还假的？哥，这叫买的爹啊！哎，以后开演唱会可以这么随性哦！而且我的功能竟然是让今天的主角去上厕所，我来 topping， 没关系，王林六单给我陪你。哎，跟各位报告，为了要练他这一首《快乐的甘蔗人》，我用功的程度比我要出专辑啊，听我自己的歌还要多次啊，听了几百次啊，掌声！还是我说实在，因为前几天去东南亚去开三场的歌唱，我说实在话，整个脑海都是快乐甘蔗。不想唱。我以为我现在看到甘蔗会吐啊。今天，但是我说实在话的，这一首歌，哎呦，闹狼八弟呢？哎，你上厕所来喝酒？没有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该不会是你刚刚上出来就倒在这里面吧？哦，哎，你休息没？哎，来看。